子，怎么你会想要穿这个裤子呢？啊，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水肿很厉害嘛，想穿了这个裤子可以排水肿哦。水肿问题，这样子它有帮到你吗？穿了第一天的效果就是每那天晚上就一直去小便哦，然后第二天称就跌了800 gram 哦，然后第二天就也是每晚上一直去小便哦，然后也是跌了800 gram， 总共就是轻了1.6咯，过后就 maintain 咯。就是说哈，你穿了这个裤子之后，你排水肿是怎么样排？怎么样帮你排嘞？就是晚上有去一直，我没有什么喝水，但是一直就有去小便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。对他身体比较轻了。它是通过你排尿的方式来帮你排水肿，对吗？还有我排汗也是很多，很超级夸张哦，排汗穿了这条裤过后。这样子平常你是比较少排汗的吗？比较少排汗的，新陈代谢比较慢。OK， 这样子无形中这是帮你改善了你的新陈代谢，因为你血液循环正常了，它就会帮你改善你的新陈代谢。可以这样讲。然后还有我听说那天你失眠了，对吗？是啊，那天睡不着。这样子你怎么样用这个 Aurora Pants 来帮你改善你的失眠，来讲来听一下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我就是那天我洗干净了没有穿嘛，我就想到哎呀失眠，他们讲对失眠很有效，我就放在我的那个肩膀上面，但是还是睡不着啊。哎呀，我就这还好，就放去我的脸上面，一睡就睡到大天亮了啊，很舒服很舒服。哇，很厉害嘞，这个裤子。之前一直反来反去睡不到，反来反去睡不到，然后我直接放在我脸上啊，一直就是很好睡，大天亮。我自己是没有试过失眠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失眠的状况啦。像这位朋友他是有失眠的，他就把他就是敷在脸上，然后他就很好睡了那一天。这是也是帮到你改善你的失眠问题哦。是这个。然后还有一样，本来你说你不要讲的哦，就是他帮他排风哎，这样子是怎样排呢？就是那个风一直会很长啊，排到很长很长，自己都不好意思啊。就是，哎呀，妈咪你，很长很长，排到很长，你的意思排风就是放屁对吧？对，放屁。是很不好意思一下啦，但是哦，这个的的确确是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好的帮助，因为当我们身体有多余的风哦，是不能排出来的时候是很辛苦的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试过，就是我想要放屁，可是那一个屁哦，我都呸啊，风不出啊，它会影响到我的腰骨的。我自己本身啊，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啦，所以你排了屁，就是排了风过后之后你的身体有舒服了吗？会很舒服咯，肚子觉得好像扁扁一样啊，会很舒服。哇，真的是好厉害哦。然后我还听说，就是你穿了这个裤子之后，你还介绍你身边的妹妹是吗？对，身边的妹妹有什么问题呢？你可以讲一下吗？颈椎问题咯，颈椎是晚上睡不好啊，枕头睡不好，就变成她上两个月就是每天都要看铁打推拿啊。他是几久了呢？这个情况维持了多久？是5月份开始哦，4月份开始哦。就是你还没有接触这个裤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还有这个问题，然后你就介绍他穿这个裤子，对吗？啊，对。然后他穿了几多天里面他看到效果？啊，两天哦。怎么样呢？他的脊椎是之前睡觉就是要迁就那个位置是吗？我听说。然后他现在呢？现在是他就是他也是放在颈那边，然后一睡也是睡到大天亮，不用迁就他的姿势，睡觉不用迁就了。不用迁就那个姿势来睡觉。如果你们知道想要睡觉，可是又要迁就那个姿势来睡觉是多么辛苦吗？就是很累啊，因为你一定是睡不好的，因为你不能扭转你的颈椎。OK， 然后他也会睡到比较舒服是吧？对啊，一觉到天亮咯。哇，这个是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啦哦。这样你妹妹有谢谢你吗？有。还有这样子你对这个产品有信心吗？有啊，有信心啊。因为他真的是帮了很多人啦哦。帮了很多。OK。需要的人哦。对，真的。